只想说，请问怎么称呼你 ？Angel。你是什么星座？处女座。现在单身吗？单身。了解。那你的舌头能够碰到你的鼻子吗？不行。那你要试试看。不要。那你觉得你最敏感的部位是哪边？嗯，耳朵吧。那我现在可以舔你耳朵吗？这么那你愿意对愿意为爱牺牲到什么程度？可能私奔。私奔，这是牺牲吗？我也不知道。算吗？对。那你今年的目标是什么？拿冠军奖杯。因为我现在打德州扑克。哦，对对对，了解。那你现在有在进行吗？还是都没有？有在进行。了解。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你认为记忆最犹新的、最深刻的回忆吗？出国打比赛的时候，就会发生很多很有趣的事情。就是算是因为去年开始在打比赛，所以觉得很多很新奇的事情发生这样。了解。那你可以分享大概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很新奇吗？我忘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无法一一举例。对对对对。好嘞。